您我记得您在白话佛法里就讲过，说很多人师父一开始看到业障50%，慢慢变成60%、70%，对，那就是这个业障牵引会导致我们就是接下去造更多的业。对，如果不修心忏悔的话，实际上业障它是越来越多的。对，没有办法报了，它就不会减少。对了，完全正确。今天胃不好了，你不吃药，那么胃溃疡越溃越大，到后来全部溃掉，听得懂了吗？你今天不做好事，明天不做好事，后天不做好事，然后你慢慢时间长了就不是个好人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这个报应是怎么来的？这报应的非常快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累积啊，所以人家说，哎呀，三倍四倍是他们自己说的，实际上一个原则问题就是说，你只要你旧业不消，你新业来的时候报得更快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